走，我们去摘空心菜。来讲购。你俩摘菜啊？就下完雨以后就一直没摘，我估计吧，都已经，我估计都长得特别高，特别大了。哇，真的？哦，这些都是空心菜了吗？丹霞，你别进去啊，你别给我踩了。这个你看哈。哎，这个低的是以前我们摘过，所以吧它又长起来。这个高的是没有。哇，赶紧赶紧，它就老了。这几个太牛。哎呀 ，no 丹霞 no！ 哇，你横冲直撞进来了，还好没踩到。丹霞，你出去，出去！哎呦！哎呦，可惜了！哎呦，好嘞，从这儿把它全搅掉。哇，好大的空心菜啊。空心菜是要剪大的吗？哎呦，带脚。但是后来有那个他们种菜有经验的告诉我啊，这个空心菜也像那个像小韭菜一样，就是一把一把整个剪掉。哦，哎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像割韭菜一样割空心菜。对，像空心菜就像这样呢，就整个全剪掉，留着根。对，让它自己再长。对，它大概长多久呢？能长起来？很快了，就是几天它又起来了。哇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之前剪的，然后它又长起来了。哇，已经这么多了。这空心菜要准备自己吃吗？自己吃，可以吃好几天了呢。哇，这点都吃不完呢，没办法，太多了。你看。我这都想搅掉，但是这边也挺高的，这边都很高，准备搅掉。哎呦，你看太长了，你看。是啊。对，这样会不会老啊？如果再让它长的话。对，再让它长就老了，所以呢，赶紧给搅，赶紧搅碎了。哎呀，不行，现在再弄回去吃不了了。这就是，哦，满满一盆。啊，叶萍姐，这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这个不是我自己种的，我自己还没这个经验，这是我们原来的师傅种的，没有经验了。叶萍姐还是种水果比较有经验哈。种水果也不行，再说也是主要是师傅种。那个什么，那块，你看，是掉一个丝瓜，那个我们今年都没种，是去年种的。巨大！这个没看见，巨大！哇，这个好大，太大了！哎呀，这个好大！哎呀，这大的能吃吗？哎呦，完了！哦，今天意外的收获！哇，你脸都长了！这空心菜，摘空心菜，有个丝瓜，这个丝瓜真的，今年没种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长出一个丝瓜。我们去年种的，意外的收获，一根大丝瓜，加餐了，加餐了。对，哎呀，哈哈哈哈。